哎、欸，你们干嘛都带手电筒啊？你为什么？你要问他为什么、啊？不，我不知道带什么啊，我就带手电筒啊。我一看过的技能就手电筒。来，照给你照。什么照啊？这样、啊。这是我的打头，这是我的打头，你是没照成功吗？他刚刚没照成功，那是我的打头。好，那我要攻击了。好，预备。不是我。人类。来，预备。三。哎呦，你预备就砍了，你是假我。啊，我在。你预备就砍了。三。没有用啊。怎么回事？还是跑得起。一定要跑的情况。那画面太好笑了。哎，他人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你干嘛看？哎、欸啊，为什么没有办法？喂，刚好要躲过哦，刚好要躲过哦，就是蹲下比较快。比尔，比尔受伤蹲下走路真的有个智障的，奇怪奇怪奇怪，挂过一次，哎、啊、也没差啦，反正降龙一定会帮我卖掉。没错，我绝对躲在把你卖了。居然不要脸的家伙！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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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！真的好呗！干！我觉得我掰了、欸。看到你们两个的位置，我就没有带齿轮嘛，所以我也没有带附加品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成功了 ！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耶！真小哦！四趴，四趴，那个四趴的几率。哇塞！我居然有成功一天玩了，最近应该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事？哎，今年的运气都用在这了。你不要看！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到声音啦、啊！哎呦！难呢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